近两年，关于 5G 技术的争夺可谓是进行得如火如荼。拥有最先进的 5G 技术，不仅可以带来通讯上的有利地位，更能推动其附带产业手机业务的增长。而苹果公司作为顶尖的手机制造商， 5G 技术对其至关重要。事实上，苹果的 5G 已经落后于中国手机制造商华为，如何重新占据技术优势，现在是苹果不得不解决的问题。对于财大气粗的苹果，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买买买。苹果目前正与英特尔就收购调制解调器芯片资产展开谈判，包括该业务的知识产权和专利，此交易的总价超过10亿美元。苹果之所以选择英特尔公司，也有其独特的见解。英特尔在 5G 技术开发调制解调器芯片付出了近10年时间和数十亿美元的努力，在 5G 的研发上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和人才。老话说得好，靠人不如靠己。苹果不惜花费大价钱收购英特尔大芯片资产。要知道，苹果过去一直不愿达成大额交易，此次的大型收购谈判也透露了苹果研发 5G 芯片的决心。相比苹果的收购谈判，华为的 5G 完全走的是主要技术自造之路。华为早在2009年就启动了 5G 相关研究，至今已有10年，投入巨资进行 5G 的标准与技术研究。持续多年的高强度投入，让华为在技术研发、联合测试、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突破性成果。长时间的资金与科研付出，让华为今日 5G 的成功显得理所当然。反观苹果如今的这一收购手法，苹果企图从交易中获得 5G 人才和技术支持，从而可能节省多年的研发工作。但是我们熟知的苹果一直以来都是以设计见长，苹果手机的缔造者乔布斯是一位美学的忠实信徒，苹果的设计也一直是被其他厂商抄袭。如今的苹果却想要一碗水端平，技术与设计两头都抓，一边搞美学设计，一边搞技术研发。对于苹果公司，这或许是更好的市场选择。只是作为消费者，我们问一句，乔布斯留下的基因和文化现在还留下多少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们，深入了解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。